什么声音？哦，外面 ，What the？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模拟厨房啦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来看一下我们米其林大厨老头我哦，就是我哦，神厨老头哦，究竟呢会做什么让人家啊、叹为观止的神奇料理哦，又或者是黑暗料理？哈哈哈啊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啊，我们接下来。接着这个上一集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这个新手教学，好像还没完成吧？这个谁？我可能还需要，可能还需要我订单啊啊！新订单这么快？拿起大锅，哎、欸，好，拿起大锅，是的，浇一下水，水龙头，他没有说是冰水还是热水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啊！我要怎么开水？教一下怎么开啊！哦，有了。哦，我是不是加太多了？嘿，哦，有了有了。哦 ，perfect， 非常之完美。OK， 然后呢？它是写什么？把盐20公克加入大锅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昨天的呢。我们昨天这个东西没有洗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还要自己洗。随便啦，洗什么东西？我们先做一些正经事，我们赶快先出菜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神奇的料理，经过我的手之后呢，这个料理都已经变得非常的美味。嘿，丢掉，还有什么？土豆购买2个，土豆，嘿，土豆，欢迎来到米奇妙妙屋。好，我要2个啊，哥哥，哎、欸，哦。先丢到旁边，我要2个土豆啦，快给我啦！林北米其林大厨呢？有没有看过？哦，拿住二锅用土豆，哦，浸泡在里面。土豆啊，我丢个土豆嘞！嘿，土豆，有了。然后呢？他说前往标记区域哦，煮马铃薯是不是？哎呦，死给三文鱼柳。啊，这个也蛮好吃的，我觉得。嗯，可是为什么食材里面没有？这边只有鳟鱼、欸，哎、欸，有啦，抱歉，我眼馋。嘿嘿，10块钱。哎呦喂啊，咋抠？把它丢进去吗？哦，放在切菜板上面了。我可以在这边切菜吗？这是我族祖先所传授的地板料理法。啊，不要觉得脏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这样子吃。才会健康。你们有没有听过“拉萨加拉萨多”？哦，翻译的意思就是随便吃随便大哦。那么病毒侵入到体内产生抗体，小时候才不会常常生病哦。听我的准没错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啦，这是我们祖先教我怎么料理，这地板式料理，我跟你讲，祖传已经快要绝那个快要失传了，各位。好，拿起煎锅。哦，快要失传了，放在标记的区域下是不是？放这里，好，然后浇上葵花籽油，葵花籽油在这里，哦，还好，很好，他还帮我标记呢，够贴心。浇多少？10。哎、欸，哦，我要怎么倒？哦，好，不要太多，就这么决定了，不要太多。哎哎哎！Hello， 我这个啊，随便啦，放在这里面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已经有加了哈，任务左下角写10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打勾了。好，把我们这个架杠的食材，切好的地板料理食材放在上面。好，我们开始煎，水啦。哦，徒手煎鱼有没有看过？说实在，怎么煎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旋转，哎哎哎哎，先煎这个皮好了。我、哦、看上面那个三文鱼柳上面有那个进度条，然后跑满之后呢，我们就熟了，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，是不是很赞？非常美味的料理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哦，那个这样不会烧起来？翻面哦，这个这样熟了就可以翻面了，是吧？我翻，哎呦，这个熟了哦！哎、欸，翻面啊，哥哥，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子？
好，放入容器。他不给我翻面啊！啊，高级控制，好，高级控制，按下去之后呢，慢慢的放下。哦，就搞刚的呢，还要这样子。好，翻面煎，有啦有啦有啦。那这个的土豆好了没啊？这个土豆我看一下，土豆还没水煮完。想当年我阿公在煮这个的时候都在地板煮，没办法，时代的变迁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要入境水煮。哦，加一下，嗯，应该不错。两个土豆，把它关掉。拿盘子，拿盘子，嘿嘿，丢丢丢丢丢，哎，盘子盘子，哎，都不会怕烫的，有没有？哈哈哈！干笑死，完全不怕烫，你看我超强啊？有没有很强啊？然后放在盘子上啦。有了，好啦，先放着，先放着。我先赶快把这个鱼搞好啊，走开啦，干什么东西？你们挡住我？煎好了没啊？为什么停住了？为什么不会有那种类似像是握住这个锅柄，然后甩锅这样子呢？对啊，甩一甩啊，这样才会有米其林大厨的架势啊。对不对？这个架势拿出来啊，干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徒手拿锅子超强的，丢，完美。然后呢，现在干嘛？上菜，就这样子啊、哦？哇，这个餐点也太简单了点吧？现在都可以拍照啊？完了，我不能上一页了。算了，不管，我要直接上菜了。我超时啊、哦！哇，烹调时间五颗星，味道四颗星半，四颗星一点点，总分我刚刚超时0.02秒，还不是因为刚不知道为什么跳画面。好，客人投诉，我看一下，温度出错。拜托，你杯料理多赞啊，温度出错，那葵花籽油不够这样子，我刚明就加了10了，你现在跟我讲说我没有加，你是故意 OK 投诉是不是？新订单，不要闹不要闹，认真认真，鸡汤是不是？我们先放这里，通常都要煮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鸡汤在哪里？酸奶油，鸡汤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哈哈哈！随便啦，加到1000好不好？送你，拜托啊，那个新开幕的店面给你一个。傻避暑多加300毛给你好不好？盐巴撒下去，盐巴撒下去。哦，我们这种米其林大主厨都没有在计较东西放哪里的，我告诉你，啊，这个给我啊！米其林大主厨根本完全不在乎我们物品放哪里。哦，什么物归原主为则？物归原主原则没有这种东西。啊，辣椒粉嘞？啊！辣死你！番茄炖鸡屁股汤，辣死你！明知道我不喜欢喝，还要煮这种东西，辣死你！30克，好爽！8个番茄啊！几个了？6个了吧？是不是？7、8 ，nice sir， 煮一颗洋葱，是洋葱。我加了洋葱 ，Yeah， 然后呢，水煮汤，煮起来，有在煮吗？有，慢等待总是漫长的，我们稍微等待一下，我们接下来看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啊？我记得上一集有人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放在烤箱里面啊？放一下，好，应该是不错啦，我觉得，转，噔噔噔噔噔。我再也不会把灭火器放在烤箱里面，应该是不会怎样吧？看样子蛮正常的啊。什么声音？哦，外面 What the fuck？ 还可以用吗？哦，完了 ！Oh my god！ 怎么办？找人家修一下，这真的有点不行了。这个只要6秒、哦，哎呀，好方便哦！啊，下面的是不是也要修一下？超方便的，坏掉就修一下就对了。
马上修好了。我看一下我们煮的怎么样啊？好，我们剩下汤还没有煮完，混合所有成分。他讲说混合所有成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在锅子上搅拌是不是？搅拌我要拿那个啊，我要拿什么搅啊？用具，搅拌机，我已经忘记我搅拌机放哪里了啦。我看到了，搅，哦，哦呦，好，可以 ，good， 哦，然后再酸奶油，一点点酸奶油，啊，一点点的酸奶油，哎，全部倒完了，250ml全没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太大力了，全没了，再什么检视身盘，哦，下面这种叫大碗工，这个是不是？哦，然后呢，搅上混合物，倒下去，哎，干什么东西？我的东西全没了，300ml。Hello， 还来呀、啊！我要重组了，哥哥。这都多少啊？这都158。我可以把这边用抹布抹一抹，然后之后再拧进去吗？干，我难过，我要重来。自己买啊，烦死了。那么快就没了是怎样？要倒多少啊？算了，随便啦。1000ml直接给送你，啊、哦，拿去煮啊！洋葱给它开下去就对了。三井寿，好，我们来三井寿一下。哦咻！哇，我的洋葱，哦，还好捡到了，丢进去。然后混合物，哎、欸，它这边从头开始了，混合物混下去，混起来呀！哦，他这边在说慢慢移动啊，刚刚动太快，直接洒出来。你看这不足300ml没有办法浇，而且我不知道时间要到了没。哇，已经超时了，大哥，快点煮一煮啊！完了，超时5秒，0.05秒了，客人要生气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要告诉客人，等待是值得的。你看，这间厨房就是在创造美味料理，你看多么的简洁，哦，多么的。有那个格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朴实，但是又不失高贵的风范。我们这种厨房做出来的东西，客人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啊、哦，值得等待。所以说，待会啊、哦，我们跟客人解释一下，说我们这个啊、哦、煮这种食材呢，是需要一个庞大的精神力啊、哦，为了呈现最美好的食物给客人。所以说我们会尽心全力的把食物做好，尽管是会超过时间哦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好吗？所以说你好了没啊？快点啊！好了，快倒起来！有没有300？哦，有了！出菜啊，上菜！哦，这么美味的拍一张了啦，这还用说吗？拍起来！哎、欸，截图，这果冻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退出照片模式，上菜 ，perfect， 我们大主厨啊、又拯救了一次饥饿顾客的味蕾啊！我真的是实在太厉害了啊！就说什么3颗星、3颗半、2颗半、2颗星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太过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标准太高了，我真的觉得他们标准太高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强啦、啊！你看，哦，食材量出错，搞什么东西？这我们祖先祖传的，你说食材量出错啊、哦？辣椒粉还不哎、欸？啊，我忘记加辣椒粉了。这第一次我真的有加，第二次忘记加了嘛？奶油、啊，我第一次真的有加酸奶油跟辣椒粉啊，还有黑胡椒啊。只是第二次做的时候因为就。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米其林啊、哦、老头大主厨呢，又成功的拯救世界了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，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玩，也非常的有趣啊、哦，创意料理，动手做，哎、欸，你想要你的料理什么样子？你想要你的周围啊、哦，厨房长什么样子？啊、哦，俗话说，你家的样子长什么样子，就跟你人一样长什么样子。你看，
我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你有意见吗？好啦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好，或是下方留言啊。我们下一集呢，老头大主厨啊，再继续开组。我们下次见，再见，拜拜。